为什么呢？没准就只背露半个脸呢。打败你的不是天子，是无邪。公鸡懂，大象懂。你比一等一点过去的好。他叫王凤山。对，今天我们参加这个演出呢，两个人很高兴。嗯，看看人家表演，从这个精神面貌上，这个舞台气质上是比我们强的太多了。哎，从这个中青年演员，他们的本身文化水平、知识上也比我们强得多。对，然后我们来说吧，像我啊、有人还管我叫马大学问。啊，哪有学问？对，我比你啊，我差得都远。那您是客气。怎么客气啊？哎，你大学毕业。谁呀、啊？我呢，初中水平。我不是大学毕业。你嗨，你老师啊，你要别这样啊。嗯嗯，我早就知道，早听说你大学毕业。不，不是，大专。哦，夜大。不是，夜二。夜二吗？啊？没事，我来个夜了二业绩，你业绩，你业绩呀、啊，我你业绩，没业绩，你怎么那么大学问？你在哪儿毕的业吧？哎，我们你哪儿毕的？我跟您说啊，我念过七八年私塾啊，想起来了，当初你不上外头上学去，不去，把一个教书的老师请到你们家管吃管住，对。那会儿我们家条件好，我爸爸给我请了个老师啊，在我们家就教我一人。你们有钱？有财主，陈强，哎，不简单，啊，好根好底子，底子好，啊，梆子坏了，对，破鞋。我这怎么还？梆子也没坏，有梆子吗？没有梆子，好根好底子，家大业大，对，家大业大，有的是羊辣，哎。我们家是羊辣工厂，家大业大，有的是什么马？什么马？够这折呀、啊，就会要这折。骡马。哎，对对对，家里是良田千顷，哎，树木成林，米面成仓，煤炭成垛，金银成躺，跳子成刀，先前成堆，骡马成群，鸡鸭成扎，鱼虾成池，锦衣成套，彩缎成箱，三环成对，珠宝成匣，好物成台，美食成品，妯娌们成恨，兄弟们成仇，哎，都成一块了，都成了仇了。兄弟怎么着？兄弟们和美，兄弟和美。哎，要说你们家啊，那真是和睦家庭。对了，你们上辈啊，你父亲行二，对，知根知底吧？啊，知道。你大爷，你三叔，老哥仨，手足弟兄啊，哎，那真正一点矛盾没有啊。亲如手足啊，知道这句话，亲如手足啊。手足，那没见过，就是他们家没抬过杠。那老前辈、老上辈、老哥仨，你婶子、大娘、你母亲啊，这狐狸们、这妯娌们。你看看，我这是狐狸呀、啊，是妯娌呀、啊。说错了。您这个嘴怎么净走善呢？说错了，这不慌吗？这不一慌吗？您别慌，您慌我们家倒霉。那妯娌们，哎啊，妯娌们，亲姐们一样。对，你算算，没分家哪有啊？不分，抬杠拌嘴没有，多少辈子没分过家，完了到你这儿完了。到你这辈子甭分了啊，甭分家了，对，没人了，哎，就你一个，他妈独生子，千顷地一棵苗，哎，你大爷没儿没女，对对，大财主，多少钱？趁多少钱？你大爷家就是你三叔啊，你叔叔家，对，没小孩，没孩子，你父亲和二就一个，三门手一个，没哥哥，没弟弟，没姐姐，没妹妹，就是独生子，哎。老哥仨多疼你，疼我。小时候花了钱，多少钱花？你大爷家有钱，给谁花？没孩子，花给这孩子。哎，你三叔家有钱花，你说要什么买？你父亲那更甭说了，老哥仨拿你当心尖儿，啊，老哥仨拿你当
命根子，你瞧瞧，疼吗？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，你听听，老哥仨就一眼睛，俩瞎子，一个一只虎。我说俩瞎子吗？我说俩瞎子吗？你没说啊？老哥仨就你这一个眼珠子一样。那他您别比这眼珠子。你们家要不趁钱儿啊、嗯？你们家能住那么破的房子吗？对呀、啊，啊，你知道，你爸有外号叫什么？王半街。怎么个王半街？你们家那房子，你们家那房子半趟街那么大，就你们住宅啊？啊，对对对。就别说趁多少房子，趁多少地，应该占半趟街。那住宅好家伙，我可不捧啊！哎哎，喂，我可不是简单爱听的说，我可不是刷色奉承您。哎哎，对，讲究住房子，哎，讲究，哎，那排场，比不了。那是古色古香，对，老房子啊，讲究。哎，呵，您给说说，门口有一片槐树啊，那真是古槐冲天，挪荫撒地，门庭壮丽，金匾高悬，大有官宦之风。前有高楼大厦，后有小院泥轩，金碧光辉，千门万户，左龙右凤，横搭二桥，一同来往，操练水军，有意征南。这是我们家，嗯，这是三国铜雀台。白喜欢了，哎，往三国铜雀台上。我拿这做比方，我拿这做比方。曹操修的铜雀台啊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好挖呀，连你们家垫座都不入，垫座都不入，没你们家垫座高。我们家垫座好，王家大垫座是吧？哎，您给说说，殿宇重重，高阶阴汉，七步一阁，八步一宫，外有千山万起，内有锦绣华堂，宫内摆设惊奇，真是象牙为床，锦鲤为幔，走穗提钩，小金花帐内有美女从庭，一个个霞帔霓裳，云欢珠翠，貌美无双，娇容绝世，晨起梳妆，粉水如漆，哈气成云，一阵阵香风扑面，翠滴滴，娇音震耳。这是我们家，这是秦始皇的阿房宫。就跑阿房宫去了。阿房宫啊，啊，比你们家呀、啊，比我们家怎么了？不如你们家那小院，比我们家小院。得，山不高而清，水不深而秀，花不多而艳，竹不密而平，亭不宽而雅，朋友不多而俊。形同管鲍，一丝关张，未出茅庐，先定三分天下，真乃武侯发乡之地。这是我们家吗？卧龙岗。你说我们家花园？王家啊，老王家花园啊，平常啊。往一大高台阶儿，哎，行不行？高台阶啊，对了，路北的广亮大明，哎，上有电灯，下有懒灯，回事房管处，二门四扇绿屏风，撒金星四个斗方，写的是斋庄中正，北面是严肃整齐。进二门方砖漫地，海漫的院子，夏顶天高大天棚三丈六，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。院里有对对花盆、石榴树、茶叶末点养鱼缸，九尺多高这架竹桃。正房五间为上，前出廊子后出厦，东西厢房，东西配房，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，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。啊，吃完就拉呀，怎么省事吗？没听说过，分开吧。啊，东跨院厨房，哎，西跨院呢？茅房。西跨院茅房，哎，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，哎，进屋里看画露天机，真是别有洞天。好。迎面摆丈八条案，嗯，上有尊窑瓶、狼窑罐、熏月的盖碗、古月轩的果盘，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，案前摆硬木八仙、香石器配罗垫，一对花梨太师椅，桌上摆着文房四宝啊，纸笔墨砚、端砚壶笔徽墨铜剑、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，墙上挂着许多名人字画，唐伯虎的美人、米安庄的山水、刘石安的扇面、铁宝的对子、板桥的竹子、松庄堂一笔虎字、道光亲赐你爸爸的镇宅宝剑，对，吕沙鱼皮鞘、金石剪、金铜口，上挂黄龙刺绦。你们家有一丈二穿衣镜、一丈二的歌剧案、五尺多高的八音盒、翡翠的盆景、碧玺的酒陶、枫木铜的金钟、翡翠的玉磬、座钟、挂钟、待客钟、子儿表、对表、寒暑表。听着，要讲代表，谁讲的不过你爸爸？是啊，你爸爸代表上谱。上金不套，银不套，铜不套，铁不套，金三只，银三只，双巧子，单巧子，有位立位，一位伯伯弟，手提小闹表，右手提了八音盒，头顶一大座钟，怀里揣着大挂表，啊，未曾走道，叮当的乱响。这是我爸爸代表，这是给钟表铺搬家。为什么呢？这正是黑龙江的脸呐！打败你的不是天子，是无形。恭喜董，再恭喜董。
黄宗林这人呐、啊，特别可爱，是吗？面带忠厚啊，内行奸诈是怎么着？没、啊，我没说下句，你这上句说不是？您这人呐、啊啊，为什么艺术水平高？为什么呢？好学，哎，应该虚心学习。好学，哎呀，对对对，你可以说是学而不厌。哎呦，您过奖了，学而不厌，学而不厌啊，学而不厌。你跟我在一块儿那是最合适。是吗？哎，我对你能有所帮助。你对我有什么帮助啊？哎，爱金丝金，爱玉丝玉，常跟着我，长能耐，帮助帮助你啊！不是你帮助我什么呀？你说相声的就指着这嘴皮子啊？对，对不对啊？耍嘴皮子的，现在有人说我们这叫语言艺术，有说的啊，看够不上，你也就是耍嘴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表演上，在身形上这方面。你差多了吧，我可以帮助你，我帮你提高，将来你这个艺术逐渐的就够了。表演身形，哎，对对对，不是你是干什么的？你看不出来啊？看不出来。我这身条，我这意思，又看不出来啊？看不出来。我是个舞蹈家。什么您呢？跳舞蹈的。舞蹈还家？哎，哎呦，他们都这么说。我怎么从来就没看见你跳过呀？废话，我多大岁数了？我现在不怎么跳了。我小时候，哦，小时候很小啊就开始跳舞。哦，你算那年我才八岁。别来这个，别使这个，消好，哎，消躺一多管，别消头个烂菜。现在我57了。哦，60了，哦，对不对？主要是教学生，哦，当老师了。不过我很少在咱们国内教学生。哎呦，这照这话说，您还出过国呢？经常的出国。您出国都到过哪儿啊？太多了，您说说。什么叫英国、美国、法兰西、欧洲、非洲、奥地利、印度、缅甸、土耳其、巴基斯坦、匈牙利，还有墨西哥、夏威夷、乌干达、布隆迪、几内亚、索马里、智利、巴西和埃及、日本、德国、意大利，这些个国家呀都到过，一个也没去。嗨、哎、没去你说他干嘛呀？一个没落，全都经常去。好、哦、这些国家您经常去，桃李满天下都有我的先生。了不起。最近我回国了。回国？回国我打算办班，办一个交谊舞学习班。哦，专门教跳舞的，这执照还没办下来呢啊，正在招学生呢。是，咱内部说啊，啊内部你要早点报名，对你优惠98折，怎么样？不，照顾你，你可真大方，还98折、啊。你先行啊，我教你，我趁我这运气还行、啊，一分钱不要，我也不去。啊、怎么呢？我会跳舞。瞎说，你这模样不像会跳舞的。不，这还带出模样来吗？那我考考你，你怎么考啊？真正那个舞厅。这歌舞厅啊，什么样？你说得上来？哎，舞厅嘛，啊，一进去大玻璃门，啊，上边是红绿灯闪烁，底下是打蜡的地板，嗯，周围呢有一圈沙发，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，这就跳起来了。小乐队啊，小乐队也不像你们曲艺团赛的，就那个三弦啊、四胡啊，嗯，没这个，多一琵琶呀，就那个，嗯，没那个，人家那都是洋乐，哇，洋乐、西乐，我这样的。啊，电子琴还这样，这样小提琴呢、啊，嗯，还有那个松紧的啊，松紧的松紧琴，知道吗？松紧琴呐、啊，那叫手风琴。咱不管什么琴啊，都是那洋乐、啊，有个乐队指挥啊，有，西服革履，大背头，漂亮，脾气呵讲究，嗯，都听他的。是他拿着这么一电镀棍，这叫指挥棒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嗯。预备起，当当啷个里个啷的当啊，当当啷个里个啷的当。不，行了，别挂什么话了。这舞厅里怎么出来河南坠子了？我有曲调嘞，当然有曲调，它得是舞曲呀。你来嘞，你比方说吧，哈，溜冰圆舞曲怎么着吧？滴答当当答滴当当答当当滴答滴答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，哎，行啊，有板没板？哎，咱有好、哎。如果行的话，这么着，怎么着？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让他跳一回交谊舞，怎么样？啊？来这儿。
还跳一回，跳一回吧。行，我连看看你是材料不是材料。好啊，咱俩呢、啊、就学一学那个大男大女。哎，咱怎么还大男大女啊？那当然了，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啊。我男的，嗯，大男。哪里就大男呢？啊，一般的来说，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。哎，甭抬脚，这是自然灾害，没救。因为我这个儿矮一点嘛，我得学个女的。你学女的，我大女儿，大女儿完了，我救大女儿了。大女儿吧，正理我还就得来大女儿。怎么呢？我长得媚气。啊，这还叫媚气？他们都这么说我。来啊，给你化化妆，化妆来小辫儿。不不不，头发太短了，不够。不不，那怎么着？我这儿啊，有这么条手绢。手绢干嘛？这手绢呢？啊，就好比是一条纱巾。纱巾，哎，戴上之后，咱俩可以分出男女来了。哦，做个区别。对了，行了，你呀，啊，坐在沙发上等着。哎，坐哪儿？坐哪儿？坐沙发上，坐沙发啊，沙发可舒服啊。那是啊，这台上没有。嗯，咱这不表演吗？啊，往那一蹲身，比划比划就行了。哦，一蹲身啊，这样。对，这沙发比站着还累。你呀，凑合点吧。那快来吧，咱就这条件，开始吧。啊，滴答当当当滴答当当，小姐，请您跳舞。这位这是怎么了？小姐，请您跳舞。谁得罪他了？这是。伸手。手啊。好吧，头。好，别走。这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？这不是耍猴，这什么人啊？我说你像话吗？啊，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？这还有规矩？那当然了，我这给你行礼，你站起来还礼，咱俩就开始跳。哦，一边跳一边聊，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。怎么着？咱俩才能搞上对象？不可能，还得来呀。再来试试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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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你姓啥？我姓贾。叫什么？贾大牙。这什么名字？谁给你起的贾大牙？多难听！我爸爸给起的，管得着吗？凑合凑合。蹦跶蹦跶。多大了？38。干什么？含棉花。成家了？还没呢。哟，够晚的了，可得抓点紧。抓点紧。滴答当当大爹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蹦擦擦蹦擦擦。你姓啥？我姓马。叫什么？马兰花。多大了？属羊的。啥工作？搞批发。卖什么？大碗茶。就走。这大碗茶有批发的吗？啊，废话，接着聊。蹦擦擦蹦擦擦，咱们俩很融洽，多亲近。羞答答，咱们登记一下。我得回趟家。家里有谁？有仨孩子。没关系，你全带着。那也不行，还得问问他。他是谁？我的老头子。去。为什么呢？没出正事，背了半个脸呐。打败你的不是天子，是无邪。一整一天过去了哈。
剧场啊，哦，要到天桥看场戏呀、啊，那是一那个乱，哎，看戏怎么还是乱？啊，带座的找人的，嗯，卖瓜果梨桃的，饽饽点心的，卖报的，卖戏单的，最讨厌的就是那扔手巾板的。下联人爱出汗，擦个毛巾这不好事吗？他那来回扔，弄得你眼花缭乱。嗯，你再听这个，嗯，里面唱字，哎哎呀，这是四位，这是多少呀？果香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报嘞，看报嘞，当天来的新闻。哟，二婶，我在这儿呢。瞧这乱劲儿的哟！就这样，有时候你还看不着，怎么能看不着呢？哎，门口戳个牌子，写着“今日堂会”。哦，有堂会了，就是上人家去演。哦，堂会戏啊，更乱。堂会戏也乱。有一次我在济南，啊，就在那个韩福聚他们家里头办过一次堂会戏。哦，就是过去那大军阀呀。对呀、啊，啊，给他爸爸办生日，那天戏挺热闹。都演的什么戏？头一出是《百寿图》，那是拜寿的戏吗？嗯。第二出是《御碑亭大团圆》，吉祥啊。三一出是红净戏，《千里走单骑》。过五关斩六将，这个戏是文武代打呀、啊。那寿星老坐的头一排，嗯，就是那韩福聚他爸爸，是为他演这戏、啊。人家别人都叫好啊，他不愿意看，他不爱看。千里走单骑唱的正热闹的时候，嗯，他站起来了，别唱了。管事的来了，老太爷，那个您有什么吩咐啊？你们唱的这是毛戏？这是千里走单骑关公戏。那红脸的是谁呀、啊？红脸的这是关云长啊。那管云长是哪里的人呢？他是山西人。山西人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打仗？有我们的命令不？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？他是谁的人？他是阎锡山的队伍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为嘛不唱我们这山东的英雄？那关公也是英雄啊。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、秦叔宝，为嘛不唱呢？是。哎，老太爷，那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？嗯，那就请您点戏吧。我问问您，嗯，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，还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？他那不是一朝代。今天让他们比比，来个关公战秦琼。老太爷，这戏我们不会，您点个别的戏吧。妈啊，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、啊？啊，那就全别唱了，我也不给钱了，你们也别走了，在这里饿你们三天，看你们会唱不会唱。管事的可害怕了，吓坏了。老太爷，您别生气，嗯，我去问问他们。到后来各位老板，咱们这戏唱砸了，这戏那寿星老不愿意听啊，那就改别的戏吧。啊，点戏了，点下来了，关公战秦琼啊，唱吧。你说演员他能不生气吗？问这管事的，嗯，你吃多了，撑糊涂了，有这么出息吗？关公是哪朝人呢？关公是汉朝人呢。秦琼呢？唐朝的。这俩能唱到一块吗？那也得唱。那你要不唱啊，他就说全别唱。哦，也不给钱，也不让走，饿三天不管饭。上关公的这个演员活了。哦，给他唱，他胡点，咱们就胡唱。我还来关公啊。那秦琼呢？谁来秦琼？老生吧，那个谁，那个刘备。哦，你把你那头脱了，让他扮秦琼。那赶紧的扮秦琼吧。嗯，扎硬靠雪蟒，戴帅子盔，照着瓦岗寨那么办。他那个时候啊，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，大伙儿就给这老生扮戏。哦、老生说：“你给我扮上，我也不成，我、啊、我不会，那我怎么唱啊？不会，你自个儿编呢？哦，现编词儿。我怎么出去、啊？我这还黑着场子呢。你来个做大仗、哦、点将。嗯。”一表白、啊、表白完了以后不就下场了吗？啊，我来个小过场，一下堂鼓你就上。哦，咱们俩一碰面，哎，就开打，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？哎，他这办法还不错，也就这样唱。那点将就开始了，大步扛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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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扛扛起起起起得起起起起啊，这是透秀扛。正官吕然康接水秀康康上康，这怎么这么慢呢？想词儿呢吗？还没词儿呢。康气康气康，将士英豪，儿郎虎豹，军威好。地动山呐摇，要我把狼烟扫，扛
起切切，点将算完了。大将身来胆气豪，腰横秋水引领刀。好嘛，明朝的词儿。我本唐朝一名将，不知何事打汉朝。轮轮大的大的扛一切的仓本帅的仓，心勤民穷自是宝。扛车混世魔王驾前微臣，官拜天下杜招桃兵马大元帅之职。嗯，奉了魔王御旨，带领一少人马大战谁呀？汉将关羽。好嘛，众将官有起兵前往。哦，不是扛车，扛车，扛车，扛车。行了，他这场对付下来了，关公该上了。哦，关云长上，扎金软靠，嗯，一手拿着青龙偃月刀，哎，一手拖着靠拍子，是这样。小过场，扛车扛不来，车一车一车扛不来，车一车扛。俺仓关云长扛车，不知为了何事，秦琼犯我边界，军士们有迎敌者。哦，扛车扛车扛，一家堂鼓。关云长，嗯，大刀一横，秦琼摆开了双锏。俩人碰面了，嗯，谁看谁都别扭。本来他就没见着过。来将通名，报名吧。唐将秦琼，嗯，你是何人？汉相关羽。瞧这俩人为何前来打仗？为什么来打仗啊？他哪知道？就是啊，他一听，哎，这是干嘛呀？他生气呀，他还火了。这样可坏了。怎么呢？戏台上有规矩啊。嗯，这是叫板起唱。对，这是叫板呢。打鼓的一听，哟，还有唱啊。唱不来得唱，起来唱。拉胡琴一听，哦，还有我的事儿呢。嗨，你瞧这份乱劲儿。胡琴一想，非唱不可呀。他当时他唱什么呀？也是现编的词啊。怎么唱的？我在唐朝，你在汉。咱俩打仗为哪般？关公啊，听了，扛不来才扛不来，起来扛。叫你打来你就打，你要不打，他一指那老头，他不管饭。为什么呢？打败你的不是天子，是无形。公鸡懂战斗机，你比一整一天过去的好。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陪着媳妇儿逛商场，从楼上到楼下，累得我是拉了胯呀、啊！哎呦，这媳妇儿到哪儿去了？这是？哎，人呢？这男人一到40多岁呀、啊，夫妻的感情就日渐衰退。你化没化妆，他无所谓；你穿什么衣裳，他也不理会。每天回家倒头就睡，喝没喝酒也那装醉。有人说这叫爱情疲惫。今天可是咱俩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，瞅你那没精打采的样。我怎么没精打采了？东西也陪你买了，晚上回家再做点好吃的不就完了吗？什么就算完？咱俩感情要完了吧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你别嚷嚷了，这事有站在大街上说的吗？回家再说不爱我。对，嗯，啊不，这回家也不能明着说。那你现在偷偷告诉我。告诉什么呀？你爱我。你没事吧你？我从来没说过这仨字，咱俩不是过得挺好的吗？你说过啊，你可说过初恋的时候，你可说过。什么时候初恋的？还不是初恋都忘记。大学毕业，
有一天你约我上你家玩来，然后呢，你说想跟我好，然后咱现在回家，咱回家找到初恋的感觉。回家不行，回家不行，妈跟儿子都在家呢，回家不成。你放心，妈在她屋里边看电视，儿子在房间里边做作业，没人干扰咱们。哎呦，到家了，你先进去。干嘛我先进去啊？咱俩不是找初恋的感觉吗？我就假装第一次到你们家来，快快快！我找什么初恋的感觉？神经病！开门啊！你自己不是有钥匙吗？废话，我头一回上你们家来，我哪来的钥匙啊？哎，我把这茬给忘了。哎，我怎么记着头一回好像不是我给你开的门吧？哎，头一回是你妈给我开的门，一进门我就说：“阿姨，您还不认识我吧？我是明明。”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问题是后来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这是，当当当，来了，回来了，阿姨，阿姨，妈都不叫了，改阿姨了。你还不认识我吧？你来家都20年了，我还不认识你。我是明明，不烧啊，哎。是他傻了还是我傻了？不是，妈妈妈妈妈，您回屋看电视去、啊。哎，我看他病得不轻。哎、我知道知道。不行就上医院。哎，行行行行行行行啊！好了，您回去啊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咱回咱屋说去啊。去去去去，头一回上你们家来就把人家往屋里拽，什么人呢？老夫老妻的作什么呀？这都是，不是我不是怕这儿咱妈和儿子干扰咱们吗？哎呀，可这事只能在客厅说呀，别想他们，想咱们自个儿，想咱们自个儿，快快！哎呀，你还真别说，你头回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啊，我还真有点紧张呢。呀呀呀，你还紧张呢？没一会儿就把我手给抓住了。那我不是燃烧了吗？你一抓我的手啊，我浑身那感觉跟触电一样。一抓你的手啊，我的心跳也加快了。你好多年都没抓我的手了。我不是工作忙没时间抓呗。你这会儿没事吧？没事啊。抓手。那我接这茬干嘛的？是我这是。抓手啊。我抓了呀。你抓了吗？早抓了呀。你哪抓？你抓，还真抓着呢。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？我感觉好像是左手握右手啊。当初你一抓我的手，我马上就能收到你的信息。我这抓了半天，你收到信息了吗？没有。你关机了？怎么是我关机了呢？你自个儿的电池没电了吧？不是，怎么一成我？你一到关键时候就往我身上推，我告诉你。我什么时候给你？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关键是你这手，它不是当年那双手了呀。当年你的手摸上去那像是绸缎，现在你的手摸上去那像是砂纸。20年节日，爱过不过，你就这么气我，不一点不重要的日子，你在过它干嘛呀？别找事，别找事，别找事，咱接着往下想。往下想，你当年多有激情啊！跟我拉完手以后，就拥抱了我。我抱了吗？抱了。行行行，就算爆了，算爆了。什么叫算爆了？你就跟当年一样，拥抱一下，抱一下，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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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儿呢。我不要这个，这是当天的抱。他要过去的。哦，旧抱啊，都卖给收破烂的了。妈，您别再掺和了，不是你们到底干什么呢？妈，我们在这找初恋的感觉。你讲那个初恋的感觉，你们找初恋的感觉，我去找厨房的感觉。哎，别说啊，当年也是这样，妈让咱俩在客厅里坐着，她呢就躲里屋去了。哎，妈这一进屋啊，这和当年的情景还真有点像啊。就是啊，当年咱俩坐下以后，你就说。你爱我，再说一遍，你爱我。我不看你，你说。你挠什么呀？我这是张不开嘴。恋爱的时候你怎么张开嘴了？
快说，我等着听呢。你说，玲玲。哎。没听清。我。你。不明白。我爱你。怎么那么恶心呢？你让他，我说我不说，你偏要让我说，我一说你就嫌恶心。不恶心，不恶心，不恶心，咱接着说，接着说，接着说。明明啊，哎，咱们俩结合，将来一定能幸福。我想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然后咱们再生个孩子。讨厌，说什么呢？啊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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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说不说，咱不要孩子，咱不要孩子。妈，那、哎、不要孩子，这孩子打哪儿来的？刚说不要你就出来了。爸妈，我怎么了？你们就不要我了？谁说不要你了？我爸说的。我哪说了我？你怎么没说呀？你刚才说的我全都听见了。还不承认？不是，儿子，哎，我跟你爸正在回忆我们结婚以前的事儿、啊。哎，对，你们俩结婚以前的事儿啊？我来帮你们俩回忆啊。你们俩结婚以前呢？啊，还真记不住了。哎，对，快写这个，写这个。呦，爸，还不好意思了。快使用双截棍儿，轰轰轰！快使用双截棍儿，行，多帅的儿子呀！快使用双截棍儿，轰轰爸！哎呀，你看，咱这儿子啊，真是继承了咱们俩所有的优点。你说啊，恋爱的时候，我心里边只有你一个人，后来呢，就有添一儿子。咱后来不仅添了儿子，心里边还添了双方的老人。最初的爱情吧，就像辆崭新的新车，上去就有激情。这没想到过了磨合期，车上的载重增加了，还真需要加大油门呢。是啊，咱们光顾往前开车，忘了这车还得保养啊。没想到这车还需要维修啊。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你看，你这车灯也不太亮喽，喇叭也不太响喽，这车帮也该打打蜡了，车头都蹭掉漆了。别看你脑门秃了，咱家还亮着呢。别看你手粗了，可咱家还干净了。明明，我爱你。长了想结婚，现在的女人实在气死人，我干脆买她个机器人。哎，单身这么多年啊，就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女朋友。我发现啊，一个十全十美的都没有，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呆烦了，所以啊，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。人的缺点毛病他一概没有，而且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，舒服呀。呀，怎么长得像蔡明？怪不得给我打了八折呢。完了，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，他天天欺负我，这回他还跟我到家里边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
你长得像蔡明，我也就不计较了。可是你的脾气可千万不能像他，要不然我可真是花钱买罪受啊！能为您效劳，我三生有幸，呵呵呵。不错，这小嘴还挺甜的啊！哎呀，这个钱花的不冤枉啊！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缺心眼子。什么？缺心眼儿？啊，你这是什么名字啊？我看我给你改个名吧。我看你长得像蔡明，干脆你就叫蔡花。啊，我说蔡花啊，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丈夫，你就是我的老婆啊！过来，让我亲一下。还不好意思啊！这怎么跟人似的？说翻脸就翻脸，这在没有输入丈夫的程序之前，所有机器人均为柔道七段。哎呀，我的妈！还是赶快输入程序吧。你这里边都有什么性格类型啊？啊？女强人型啊，就是武则天那种感觉的。不要，我还想当一把手。贪图享受型，就是你挣钱我帮你花，什么好吃吃什么，什么贵买什么。不要，我不要和我一样的人啊。你这里边难道就没有那种适合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那种类型吗？有事业型、家庭型、娇媚型、淳朴型、热情奔放型、温柔贤惠型。等等，我就要这个，我就喜欢温柔的。你回来了？你干什么？你辛苦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没有到门口去迎接您，实在是对不起呀。原来是这样。给我上烟。哎呀，舒服呀。这条腿。蔡明啊，蔡明，你也有今天，这条腿。这两口子过日子老这么客气，谁受得了啊？我看你还是帮我干点实际的吧。啊，你就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吧。啊，请选择清洁型。啊，清洁型。哎呀，脏死了！洗手。什么？哎呦，我这个人最烦的就是洗手了。你不要忘了，我是流水线上几百个工人，你拧一把我摸一把传出来的，身上什么细菌没有啊？好，你就不能弄点让我感到舒心的类型吗？啊，请选择善解人意型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你早说呀，我这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没人理解我。我理解你呀，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蔡明的在一起演小品？是啊，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。是吗？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，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抢走了，害得你在台上大喊大叫乱蹦乱跳。呀呀呀呀，理解万岁。不瞒你说呀，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的时候，每次演出只要下来，蔡明要是演砸了，我就安慰他，
我对他说，别往心里去，你演的挺好的。其实我心里边想啊，让你美演砸了吧，给。对呀、啊，他要是演火了下来以后，我也对他说，别往心里去，这波观众没文化，不该笑的地方瞎笑。对呀、啊，我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啊。你可千万不敢说出去啊！你要说出去了，我就没脸见人了，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。什么？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！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停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，你怎么打人你啊？你说想抽自己，我善解人意替你抽了，你又不高兴，你们人类真虚伪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我们人类就是再有缺点，可是我们知道疼啊，我们懂感情，会痛苦，不像你们机器人冷酷没感情。这是什么机器人？退货！遥控器已坏，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态。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！松开我！啊！哎呦，我真受不了！哎呦！啊！嘿！我要你背我出去玩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让我背你出去玩？你要是不肯背我，我们就跳舞吧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我这菜花啊，你想去哪儿啊？我要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。说长城？为什么呢？说这纸背了半个脸呢。打败你的不是天子，是无形。公鸡懂，战斗懂。你比一总一点过去的好。咪咪咪咪咪，妈妈妈。这是歌舞团，歌舞团，这是歌舞团咋了？歌舞团的人也不能一天光啊啊的喝西北风，也得吃粮食，怪事情。欢，妈妈咪，妈妈咪，妈妈。你换大米，你可别影响我练声。你练你的声，我换我的米嘛。啊，就光行你在那咪咪咪，就不行我换大米。好好好，坏事情。你换大米。换大米。什么什么？哎呀，快快快快快！团长，今晚演出，你的节目要改。改节目？改唱《红高粱》。团长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咱是正经的美声啊，我知道，可是剧场反映很多观众要求听红高粱，观众喜欢听红高粱，咱又满足不了啊。观众就是上帝，再说这可是组织上的决定。那好，既然组织决定，那咱就试试。太好了。来，预备，
走。妹妹，你大胆地往前走啊，往前走，莫回啊。走！哎呀，小王，你刚才唱那个太音乐化了，通俗一点儿。哦，预备，走。妹妹，你大胆地往前走啊！你这个感觉根本就不对。这样吧，你去找一个破脸盆过来。破脸盆？快去快去快快快！大姐，大姐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去年你换过我的蜜，还是我给你扛到楼上去的。想起来了，没怎么回事啊。哎，大姐，大姐，你看，哎，你要蜜不要？这蜜怎么样啊？哎呀，美得很。你看，有没有掺沙子？耶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咱单位做那缺德的事情吗？怎么换？大姐，咱都是熟人了。你给我两袋面粉，我给你51斤二两大米。什么？啊！我100斤标准粉换你51斤二两大米。啊！你这不是坑人吗？简直是乱涨价。团长，咋了？小王，我不是让你找感觉吗？注意听。哦，团长，我明白了。感觉到了。你这是让我往破了唱。太好了，来。妹妹，你大胆地往前走啊，往前。前头还可以，后头就回去了。再来。妹妹，你大胆地往前走啊，就这样往前走，莫回呀。哎，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你？团长。你要再让我唱，我可真莫回头跳楼自杀去了。换大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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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大呀米，换大米呢？大姐，你这换吗还是卖啊？我不换也不买啊！把你刚才吆喝的换大米的，再给我吆喝一遍。哎呀，那倒有个啥吆喝的嘛？啊，俺农村人嗓门大，你可不要害怕。换大米，换大米，换大米嘞，换大米，换大呀米。太好了！那个红高粱，高粱米，我就带的大米，没有带高粱米。我说他刚才唱的那个红高粱，会不会唱？哎呀，那倒有个啥唱的嘛？那就像我们陕西秦腔里边的黑撒一样。那你给来一段。哎呀，再把拿俺开玩笑了，俺连捣烂蜜都没有学过嘛。要的就是这个味儿。啊，你呀，现在就站在舞台上，面对观众。舞台上？不要紧张。我没有上过舞台。放松，放松，再放松。哎。咋唱的？嗦嗦咪来嗦咪来来啦哆啦嗦，唱。嗦嗦嗦咪咪咪软软西哆西哆。是妹妹，你大胆的往前走。妹妹，你大胆的往前走啊，往前走，换大呀咪。哎，大爷。这味儿还可以吧？正经的啊！哎呀，看起来前两年的玉米面没有白吃啊！来，往下唱。下来是杂词。小王，提词。啊，通天的大道9999，通天的大道9999啊！啊！完蛋！今晚的压轴戏。就是你的了。大姐，不是我吹牛呢，我的那秦腔黑撒一唱出来啊，台底下就没人敢吭气了。对对对对对，不过你这个动作
时候手里要拿上麦克风。麦克风？啥是麦克风？快！哎，班长，这个。哦，对，这就是麦克风。这是笤帚吗？比如这就是麦克风。哦。注意我的腿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来一下，预备，走。你们你大胆地往前走，往前走，我会呀跑。哎，好，你怎么拐到琴尖上去了？哦，对。红天的大路，9999啊！啊！大姐，你不要拦着，让我好好的过一下瘾，妹妹。我给你首场演出费30块，30块，再加50，80，怎么样？行。行。哎呀，这门一接前后好挣啊。哎，对了，你把那大米给我换了去。哦，好。哎，团长，我呢？哦，哎呀，小王，我差点把你给忘了。这样吧，你去帮他把这大米给换了。对了，我这可是要换2袋面粉的，换大米，换大米呀，换大米呀，大家都来换大米。为什么呢？打败你的不是天子，是无邪。公鸡懂战斗系统，你比一总一姐儿过得好。掏分不通的金钟水，自立玉庆，做中挂钟，代课钟，子儿表，对表，寒暑表，听着，要讲代表，谁讲的不过你爸爸？是啊，你爸爸代表上谱，上谱，金个套，银个套，铜个套，铁个套，金三只，银三只，双卡子，单卡子，有位立位，一位波波地，手提小闹表，右手提了八音盒，头顶一大座钟，怀里揣着大挂表，未曾走道，叮当的乱响，这是我爸爸代表，这是给钟表铺搬家。我在唐朝，你在汉，咱俩打仗。为哪般关公啊？听了，看不来才看不来，起来看。叫你打来你就打，你要不打，他一指那老头，他不管饭。给我上烟。哎呀，舒服呀、啊！这条腿，蔡明啊，蔡明，你也有